好啊，大家好啊，好，最后啦。咁啊，巴西队啊，自然啊人才辈出啦，基本上咧就成个镇嗰啲人啲名都识嘅，啊，咁啊，然之后咧，对方嗰个门将我唔识佢个，我唔识佢个名啦，咁总之都系劲门将嚟嘅，都唔系话普通可以咧轻易解决嘅，咁啊，究竟能唔能够喺2016年咧，大家都就已经可以见到爆机画面咧？咁啊，大家睇下呢一集啦，就只能够话尽力啊，尽力打完佢，打唔完咧。咁其实打唔完咪打唔完咯，啊、死唔到人嘅。好，咁 I G Y 边个卢比度啊？估唔系大头妹嚟，原来即系，仲要喺场边嗌入去个场入面，即系临开波一分钟之前咧，咁、那个球员应该已经系喺个草地入面啦。然之后咧，阿大头妹只要喺，哇，真系唔怪之得系啦啦队队长咯，即系只要喺场边一嗌，志伟就听到啊。即系你估依个系旺角场啊？真系旺角场都有啲可能啊！咁跟住球场同个观众席咁近都有啲可能，但系如果佢依个睇落去嘅环境就唔多似。好，然之后点啊？好，12点开波，巴西队开波先，都系黄衫蓝裤啊吓，做啱咗啊嗰啲。喂喂喂，系俾佢大波大太耐啊！而家先至，喂，就算花人兄弟有得出去拦截都唔掂啊！哇，已经攞山坦拿到，喂，已经踩住佢几廿秒噶啦，你都冇机会出，围啊，成村人围埋去啦，已经，但系都冇用啊，仍然俾佢射到波，哇，咩嚟噶？喂，我勉强打走，竟然成村人喺个禁区入面揾一个人挡下佢都冇，揾个人同佢争下波都好啊，大佬，点做嘢噶？哇，轰开咗，嚟多个，哇，刺藤嚟噶，都轰开，咁咪劲过冲力射球啦！哇，一个波式 S， 哇，仲要，哇，好彩，哇，真系，哇，娘仔嚟嘅。真系，唉，控嚟先啦，唉，真系唔知点算，系太耐识做啊！即系呢啲叫战，呢系叫做战术收围高啦，因为知道阿梁仔攞住个波，唔空出嚟揾位咧就死得啦，咁所以直头即刻现身攞波，咁啊跟住落底啊，跟住都系咁样噶啦，落底线啦，唔理啦，去冲。咁我梗系唔系扭啦，都用黄金搭档拳头过去算啦。我记得我打 Game Boy 版嘅时候都系成日用呢招，因为 Game Boy 版系仲难打过任天堂版咯，个红白机版我觉得系真系难打啲嘅，即系如果直头系扭波，基本上你唔系用绝招系冇可能，即系你打到后面嗰啲关卡，唔用绝招已经冇可能推个波上去。哇，又系成村人喺度，然之后。用龙卷风，好，而家变咗射空门啦。嗱，射准啲啊啦！诶，1-0，日本队暂时赢先。好，跟住巴西队开波，冲啊！重山，即刻冲上去。喂，搏下腐碌都好啊，大佬，诶，铲佢，唉，可惜就冇老鹰铲球啊，哇，直线盘球撞开啦，肯定。唉，起码有个绝招铲球。铲佢。最好就撞开，然之后，哎呀，以为智慧又弹开，咁啊，唯有眼白白睇住佢传球啊，点啊？哎，窝里抽射，挡一挡，唔该。哇，死啊！治唔治好啦？唔好啦，唉。
哇，中柱弹出嚟，跟住俾人保撞死咯。啊，啱啊，所以即所以唔好唔接啊，用手锤啊要。哇，所以我嘅判，我正头先个判断系啱啊，即系喂就咁接得唔得啊？喂，即系就咁接系咪太？即系唔接系咪？喂喂喂，唔好走上嚟啊，大佬组团，你做乜鬼嘢？就自然会交波俾你噶啦。啊，系咪太过即系对呢啲咁普通嘅射球，你都要去到用手锤而唔系接，系咪即系啊杀鸡用牛刀咧？就系而家又话俾你知唔系咯，因为太劲啦，真系对手。好，十六分钟。比数一比一啦，如果上半场日本队可以攞到领先优势咧，就好打好多嘅。入禁区。早啲，哎哟，争啲鼻节，又冲出嚟，又用绝招，叫佢忍咗佢出嚟，然之后系咯，咁佢系冇咗必杀射，因为佢咁样嘅话就冇咗必杀咩嘛，二比一，日本队领先，咁啊智慧而家咧跟住仲有大半场去。去回氣咧，應該就有機會用到即係可以下半場可以用多次嘅。咁如果嗱，即係睇下跟住好唔好運咯、啊、如果好運嘅話，就有機會贏；即係好運嘅有機會贏咯。咁咩為之好運呢？就係、是、首先上半場要頂住先。哎呀，山坦啊！跟住直頭我都直頭已經冇機會啊，冇機會埋去擋波啊！袁山爆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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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爆，咁就二比二啦。仲有九分钟，哇，已经埋到啦，交俾池藤先。系啊，喂，唔好太心急。做咁长时间，即系可以嘅话拖到去，拖到拉到完场先。喂，小次强，唔好走，唔好咁快住啊！喂，即系要俾佢啊，因为剩翻时间。点算呢？好，赵全。但系唯有用直线盘球保住个控球权先。继续用直线盘球保住控球权先。哇，死啦！用绝招铲对绝招盘球。咁 level 唔够嘅就容易出事啊！哎呀，好彩攞得返。但小志强有冇办法呢？好，切，唉，真係。上啊吹鸡唔
唔係十二碼，而係上半場結束啊！小志強仲未可，始終小志強都係立唔到功啊！跟住盧比度諗計啦，四位都好犀利喎！上半場已經攞咗兩球，竟然係令到巴西隊唔能夠取得領先。即是不愧是呢个超级前锋，要想办法对付佢啦。哇！不过巴西人才仔仔冇咁容易输嘅，即系始终咧，即系喺呢个足球小将联赛或者喺佢呢一只 game 嘅时候啦吓，即系喺呢一只 game 出的时候始终巴西都还是叫足球王国啊所以要换人啊有新人入去其实我是不认识他的应该大概以这支 game 出的时候大概就是80年代尾90年代初其实那时巴西当然都还是很劲90年世界杯的时候就不好彩啦90年世界杯有某程度上面有啲唔好彩嘅，佢喺十六强输咗俾阿根廷输1-0。咁但系嗰场比赛其实系成场都系不断喺度攻嘅，系唔好彩又中柱中尾啊咁样啦吓。咁对方啲球员又爆晒 shit 咁样咧，所以就搞到十六强出局啦。咁但系跟住94年佢已经攞世界杯冠军啦，98又打到决赛啦，02又系攞冠啊，02又系攞冠军啦。咁所以。即喺嗰个时代，巴西仍然系喺足球上面系世界上面嘅即系顶尖嘅国家啦吓，仲可以叫足球王国。咁但系之后咧个天下就交咗俾欧洲嘅球队啊，德国同埋西班牙等等啊。好，下半场开波。猜住先，哇！你仲想早田？你仲手上嚟做乜鬼？即刻带翻转头啦！然之后再传俾。太耐，睇下先。其实应该呢个时候系要拖嘅，拖住先。系啦，呢个时候系要拖嘅，所以唔将个波。呢度有机会俾人截喎，带住先。开翻条路，中间冇人噶嘛，我使唔使数够10个人啊？十个长区球员先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即系好似正上一场咁样，明明即系有个人就隐身咗喺堆球员入面，就搞到睇唔到，哇！睇到全球，俾翻太耐，哇！全俾刺藤，松山现身攞波，唔该。真系
哇哇哇，喂，真系，喂，已经有，竟然有人，唉，都唔系喺条直，即系都唔系喺条直线，甚至唔喺直线嘅附近，咁样都俾佢截到，冇计啊！咁就真系，即系拖十分钟，咦，新换入嚟嘅，好似系。喂，个波唔见咗嘅可以，哦挡走，但系落翻喺佢哋的脚下，再传翻嚟，真系好嘢喎啊！射到个波唔见咗啊，同梦幻影球啊出现咗呢、這个，哇！跟住个个都有特别射门嘅，其实呢度。有咯。哇！是但执个球员都识冲力射球，所以其实智慧去到即系如果冇新绝招真系废嘅。有爆射，唉，终于攞翻波，真系黐线嘅真系。好，智慧486啊！泰罗，你可唔可以跑快啲啊？喂，我而家咁样比唔比你好咧？真系，做个撞墙先。喂，哎，梁仔攞翻，好彩，唔知好唔好彩啊？因为，喂，咁点咧？唉。少攞，然之后黄金搭档传球过咗先，唔好讲笑。就13分钟，用埋环游世界呢招先，因为太早啊！其实就咁传去后面俾阿早田都得嘅。好，带住先，带住先。系，冇错，早田翻嚟，早田翻嚟。攞早田翻嚟攞波先，跟住泰来再走位，然后翻到嚟就应该差唔多啦，差唔多可以俾智慧进攻啦。哇，唔得、啊，已经俾人塞死咗而家。要即刻传球啊！再交俾松山，再交俾三杉顺。哇，延位啊！喂，啲人啊，延位啊！喂，延唔到位，满血，但系好似冇乜用嘅小志强啊，好似。睇下先，跟住喂，唔係好得喎。如果依个位嘅话，就应该有机会落咗人哋脚下。唉，算啦，传过嚟呢边先。再传俾松山。好啦，靠你啊，松山。弹走，
界外球，咁掟翻俾，哎呀，传翻出嚟先。再传俾梁仔，其实系等太耐嘅。喂，做唔做到撞墙咧？做唔到，咁鬼快嘅。哎呀，好彩啊，界外球啊！喂，咁点算啊？喂，掟到俾边个？喂？掟都被刺疼，哇！直头想唔到办法传俾刺猬啊！而家好，再传俾松山，再传俾刺猬。搏一搏啊！龙卷风，得唔得咧？勉强打走咗角球。早田开，好咁样，然后再用剃刀全球传俾小志强，哎，都唔得啊，唔俾啊，直头加时。嗱，加时唔系好事嚟噶，因为加时系唔可以，你唔好以为加时和、哦。如果加时再和咧，我好似睇到系要重赛嘅，啊，即系要再踢过啊，第二日啊，哇，好快、哦，哇，仲要即刻射添。哇！又出，又唔知点样出现翻，跟住袁山被光飞，好二比三。咁就冇办法啦，啊落后啦，终于落后啦，即系临尾嗰下搏唔到。不过其实头先呢是出了错的，是智慧不应该咁，即是不过我当时我又怕，因为当他可能一够钟呢他就会吹完，咁啊所以搏一搏，如果不是呢其实应该再用呢个黄金搭档全球呢就嚟去攻入去嘅，即是照计应该是咁，但是因为已经呢得返好少时间，即是得返十秒，他有机会即刻吹完场嘛，大家知道啊，我哋攻嘅时候好兴噶嘛，所以就唯有咁样搏咯。咁如果你即系事后孔明睇，咁啊，梗系用黄金大网全球传入去好啲嘅，系咯。不过呢个都系嗰句啦，都系一个事后孔明嘅睇法啦。好，引唔到个龙门出嚟。唔系下都引到啊！啊，即系必杀技对必杀技就冇着数。好，三比三，
追翻先。但系智慧应该就冇乜能力再咩啦。哇！半场冲力射球，减弱咗个势。嗱，如果减弱咗个势，半场射都挡唔到，系啦，爆先啊，大佬！你系超级门将嚟噶嘛？即系喺禁区。在禁区以内系啊，喺禁区以外系冇人射得到入你啊嘛。诶，虽嗱个讲就咁讲啦，个现实梗系唔系啦，个现实经常啦，即系个现实就经常可以啦。其实越去到，因为越去到后期，即系啲对手越嚟越强咧，就已经冇啊！依个惯例已经系。不能不被打破、啊、就正如呢、這个，好似我记得世青篇，记得世青篇都系咁样。世青篇打到呢个嘅、中国队都已经系咁，都系禁区外俾阿萧俊光定肖俊光啊，唔鬼知啦，啊射入咗啦，喺禁区外，用呢个反动就速顺炮，好鬼巧口嘅绝招。好，新猛虎射球，嗱，不被我信任嘅中锋小志强，轰开，又轰开，我想讲粗口嘅，因为。其实前面根本就冇两个人喺度，唔知佢点解无啦啦摄两个人喺度，然之后就话，就话够钟下半场啊，上半场踢完咁样。好，拖一拖先。唔拖亦都唔得啊！嗱，三比三。如果入唔到咧，就宁愿输好过啦，因为要重赛啊嘛，会仲有、哦。如果重赛咧，好似唔知重赛和啊，定重赛输啊，都要落去打翻，要落去打翻西德嘅，要好似系啊。唉，但系智慧八分钟应该回唔到四百血啦，俾小志强，入到小禁区，又系嗰句啊，不被信任嘅啊，不被我信任嘅日本队首席前锋，理论上系。不被我信任是有原因的，直头接实了被人新猛虎射球，哇快到呢，喂大佬会打到，为什么要换只快马入来呢？哦、oh ，唉，最后踢到加时啊，俾巴西队三比四，俾佢反先咗啦，已经。然之后智慧咧308，系啦，所以就冇乜计啊，去到呢度。
哦，乱嚟咯，乱踢咯。快啲冲入禁区，然后插水。扭过去，插水失败。哇哇，真系要系啲耗到你，耗到最后嗰下咧，我系过唔到，唔够体力再过对方门将啊！哦，同埋直头唔俾机会你攻啊！哦，原来咁样都要翻去打西德嗱，咁啊冇办法啦啊，我哋咁啊，我哋2017再见啦吓，拜拜。